你想不想要找一个中国男朋友？想不想要中国男朋友？有两个有毛病，发给你。就是这两个，两个优势多少？啥也不知道。不管是他们的，他们就为了他。你这个头痛不痛？心痛不痛？痛不痛？缺钙吗？你这就是一个男娃。我不敢，我不敢，这里很痛的。美女，多少表情？美女，这个漂亮，我这个都游不起，我连耳钉都游不起。不行啊！我不行，我这里太痛了。他这里痛。要多少？300块钱一口价。用指标多少嘞？300几块你看到不是多少？不要300。你看看，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帮你整个缅甸的男朋友。我价位。没有。他都要朋友都用了，全部有。全部有，全部有，家里有。对对对。先帮你拍张不能走。400块钱。好了好了，考虑一下。好嘞，我可以了，妹妹，姑姑买得起的，直接帮你拍张。我们两个戒指超级很多的，就有很喜欢。其实你拜拜。你这里就出问题了。我自己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我们丁总，来这里有丁总。卖了，不卖就拜拜。不看了，姐姐是东西。多少？百是300块钱。两个。有两个。对不对？对。就是好的东西。我知道是好东西，你要这个太高了。你想不想要找一个中国男朋友？让你们捡到很多的翡翠。